国家交响乐团 NSO 世界闻名，有四位年轻的团员就组成了三加一弦乐四重奏，把知名的古典乐加入爵士、现代等等不同曲风，呈现很另类的古典音乐。他们是三加一弦乐四重奏，把知名的古典乐加入爵士曲风，拉出很动感的巴哈。在伴奏方面也做不一样的事情，所以使它听起来有点像巴哈，可是其实它是有点在跟巴哈开玩笑的，有点比较类似爵士的风格，爵士巴哈。国家交响乐团的四位团员在2007年组成了三加一弦乐四重奏，曲风横跨了古典、爵士、现代。他们认为传统的古典乐无法凸显个人特色，所以加入不同的元素，拉出很现代的古典乐。我们曾经做过跟爵士乐的结合，或是跟戏剧的结合，甚至有一场我们自己所有的团员都下来演戏，然后一边拉。对，那之前还有做过跟舞蹈也有做过。这天他们在松烟表演厅演出，除了知名的蓝色多瑙河，他们还拉出慷慨激昂的音符以及自己改编的作品。他们说古典乐其实很轻松，可以就觉得自然而然的享受这件事情，而不是要在非常严肃的状况底下，非常拘谨的状况，然后而欣赏音乐。三加一用现代的角度重新诠释古典大师的作品，除了让人耳目一新之外，更拉近了观众跟古典乐的距离。